好的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观看《生化危机二重置版实况流程解说》。我是布宜诺斯 ID。好的，接着上一期，咱们开始。克莱尔版，克莱尔 A 线。好的，现在开始了。草药的药用价值什么什么的。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。什么钥匙？啊！火药，原子弹。大门已经，窗门已经封锁了。手枪子弹。这什么绿草？算了算了，哎，绿草没，暂时没用。我勒个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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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头！现在，保险箱有什么方法？暂停看一下，什么玩意儿？我靠！这么恶心吗？好像是个D 什么 DC DCM 吧。卡布空。CAP 果然是卡布空啊，我还这种操作。需要什么？暂时先慢过不去。我靠，巨人他妈的还活着。丧尸怎么这么硬啊？这什么 ？DMC 不是成鬼器了吗 ？D 好像是 DM，DCM。什么跑过去了？我勒个天哪！我的天！什么？舔食者？大卫？讲的可能是舔食者之类的。
靠，腰包，好的，急需用这个，急需用这个腰包。双子弹。那个钥匙，梅花钥匙还是什么钥匙？好像漏掉。组合一下，再组合一下，对，捡梅花钥匙了。樱桃钥匙。这是什么？道具应该吃完了吧？进入图书馆。是马文，你最快多久能回到这边？出了什么事？我有东西要给你看，很重要的东西。好的，我这就过去。什么雕像？过不去吗？过不去吗？不是个草药。丧尸，妈的，恶心吗？是吗？恶心吗？是什么书？大厅地图，是个马吧？看一下这什么？
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鱼蝎子？什么？花瓶也是？鱼蝎子？花瓶？什么？这是花瓶吗？哎，没有格子了。没有格子了，组合这个还组合不成。最烦的是没格子。你来了，到这儿来。这是什么？你看看。哦，他还活着。你认识他吗？对，他叫里昂，好像姓肯尼迪。啊，那个新人，难怪看起来眼熟。你可以从二楼的东侧走到中庭那边。好的，谢了，我马上去。你使用是吧？看来艾略特没腾出一只鸽子。对，可我们还没逃出去呢。腾出一只鸽子没用的。散弹枪子弹，多弹子弹。一条钥匙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二楼中庭，二楼中庭，狮子，老鹰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狮子麦穗老鹰，狮子麦穗麦穗老鹰，真是烦呐，真是烦呐。好的，还差一格，还差一格呀。二楼中庭，不认识。博物馆改建警察局，需要摇把子。红色血石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呢？
我可去，钥匙卡在这里，我的天呐！什么？这是手吗？这是个解谜吗？这是个解谜吗？这叫……这就完事了。隔一本书还是什么？妈，那本书没上，没，这上面一，隔一本书吗？试一下那本书。真是烦呐！是不是这本书？真是烦呐！我靠！这什么声音？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隔一本书吗？我靠！好了，安上这只手。红色三什么？红色宝石？权杖。获得红色权杖。获得红色权杖，加上组合一起。这不是那个后门吗？喂，克莱尔，李阳，我马上过去。该死！李阳，不要每次碰面都那么惊险。你还好吗？警察局的直升机就这么突然冒出来。我没事。我猜你身上没有钥匙。确实没有，能见你一面也挺好。你还好吧？苟延残喘吧。今晚够疯的哈。是啊，找到你哥哥了？还真找到了，他在。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李阳，那你先走吧。别担心我，你先去找个安全的地方。
说真的，李昂，他们要挤穿栅栏了，拜托快走！一定能撑过去的，我们动吧。我天哪，丧尸不满丧尸。马文你在吗？钳子。马文，这不是真的。钳子夹链子啊，咔嚓。哎，我靠，怎么在这里？我去，我去，哎呀，让你咬了我一口啊！妈了个妈了个妈了个妈！两只丧尸，来吧，来吧，爆头！该死的！我勒个天，我勒个去！好恶心啊！什么东西？又没割死。我去，这么多丧尸啊！那边干什么呢？那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哎，这藏暂时没用了。我靠，还复活了！妈的！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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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！两只。两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爆头！我靠，后面袭击，防不胜防啊！妈的，大头，大头，妈的！我去，这么丧尸啊！我去，我勒个，你妈的，吓我一跳！胖警察，胖警察，胖警察！我勒个去呀、啊！我勒个去！保险丝，刚才那是保险丝吗？这还有个保险丝呢，是保险丝。来颗药，还活着，妈的！命够硬的。
跑哪里来了？那你要给。我去，跑到哪里来了？我去。乌漆嘛黑的，哎，开始打鸣了。暂时没用，这好像没用了。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哇，丧尸啊！布满了全身，布满丧尸！我的天，我的天！这下可以拿到散弹枪弹了。你这个胖子，你的胖子！还活着，还活着，尽量远点，尽量远点。散弹枪啊，什么？散弹枪，丧尸，来吧来吧！我靠，这什么玩意儿？火箭弹吗？我去！602102103
胶卷幽灵。人生子弹，手枪子弹，这边是什么弹？腰包。这期就到这里吧，咱下期再见。